戏已经呢，从排戏一直到现在呢，已经呢超过15年了。然后呢，舞台就是一个人生，人生就是一场戏。这舞台上面呢，有呢我们上市上柜的老板陈和嘉陈老板。他也是一个呢，这个声乐家哦，也是我们的台北一个非常著名的企业家。我们英迪格台北总裁来到现场，淑慧姐姐你在哪里？谢谢。他也是一个声乐家，他非常爱音乐，希望呢以后带着你们的集团来支持我们的这个戏，要不然这样子哩哩啦啦很难看，台下比台上难看。哎，这么急吗？伊头先去民宿，要摕一个面子，6,700+ 现金，安尼有钱无？有。啊，你的名字叫王佳奈。妈奈。那个黄姐，不要答应他。你答应听啦。这个戏我们要感谢音乐时代的艺术总监哈，他坚持这么多年，欢迎杨宗纯杨哥。会越来越珍贵，我们两老的那个记忆语言的记忆，真的是你要亲到现场看才相信，一定是精彩无倍啊！所以希望大家珍惜这个机会，再来到我们剧场，在有限的场次里面给更多人欣赏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。